过来找。你的羊是熊的啦。熊的啊，那你自己找你的羽狼好吗？原野老师说，牧场上有坏心的大野狼，不准到外面去。但是小彼得想看看蓝天，抱抱大树。大胖鸭不停呱呱大叫，他举起他两只扁平的黄色大脚丫，大野狼一下就追上他，一口就把它吃掉了。原本美丽的早晨，现在充满了恐怖的气氛。气氛你会怕吗？会。不会了。气氛。